级思想家与行动者。曾经的你是长什么样子的呢？曾经的你丢下了什么样子的东西呢？为什么我们要透过叙事，为什么要透过说故事去重新聆听我们的内心？很多人是在不知不觉的过程当中慢慢的说故事，然后呢他就发现身上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长出来了。解头脑的渴，开领略之门，人文讲堂。